千里苗疆，中华宝地，我等奉旨守卫，此乃人生大幸。这夯岩幼营，既是永随咽喉，又是湘黔要冲，我等驻扎此地，应当不负圣心，谨守本分，为保苗疆太平，誓死效命。誓死效命。报。八总大人，永随厅急见。这是好消息啊。啊，这是什么好消息啊？龙祖奉上的龙祖茶因品质上乘，制作工艺精良，被点为苗疆贡品了。贡品，此事真是大快人心，可喜可贺呀。苗疆出大雨了，出大雨了，苗疆出大雨了。众兵听命，上峰有令，自即日起，任何人不得私采私用龙祖茶。茶叶进出哨辖，要严加检查。若有违命私逆者，立刻捕拿，并移交百户，寨长严办。是。回岗就位。是的，好啊。那这次是不是都齐了？猴子，是不是齐了？齐了，齐了，五朵，一朵都不少。真的吗？一朵都不少，一朵都不少。好，猴子，这回念你有功，这点钱呀，拿去花吧。谢大人，谢大人。我可告诉你们两个，我们看守的那可是皇家贡品。是，要是有半点闪失，可是要掉脑袋的。是是是是，大人放心。啊，山上的东西可是备齐了。敢问你备齐了没有？我都准备好了。好。
为几张？不是一百幺。你呢？你呢？你咋着？哎呀，买点水门！哎呀，买点水门！哎呀，买点水门！去谁呢？大好好小的慢都不哎呦！江早芳，他们怎么弄啊？有没有私带啥业？见没。对。站住！有没有私带啥业？见没。对。哎，这孩子怎么回事呢？这边的那孩子比你矮啊！大胆！这是我们八总大人，不得无礼。嘿，那里不满都认得，俺们名的八总大人，万可不能影响娘孩子点跑。退！嘿，不得造次，退下。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我等也是例行公事，还望诸位姐妹们
多多包涵。放行，请。干三级，你也得来老金，可别干你啊，都不耐得肉啊。哎，你嘞？阿后你啊？不拿朋友啊，咱家老太不无趣，也饿也馋。将来结婚，我那马家死的出去，不拿朋友啊！莫老大爸，那好说了几回，那好背了几步，可咋样？压根不知道，可你们大几人？全烧，给我杀！那个铺，挂屋门那里木，和脚爷家那里木，他来马路讲价，就那年多些，小那年多木了。哎，妈呀嘞！俺那是谁今天我出呢？哎呀，弟弟了！啊啊，干嘛？
跑一东家东家跑一铁家铁家跑一火家，还朝老金急急如淋漓。路，阿若姐，阿若，如威，如若，过来看一见母嘛。嗯，阿木你啊，你过来。如若如若如若，咋话咋话？连帮主闹你，都去叫去叫谁？我们可以出海东叫呢。阿妈，阿爸给的给钱了，你来接着是哪？明德啊，妹妹本德，你是真本草高木啊，我都睡那在脏呀。那都铺那那给。也爱也在，各种出家，找你个地，个找自己，个五个夫，各种小在，还是得个找那白家，弟妹我给那给。咦，阿妈，年那好老啥？今年为年那好老啊，半年啊，你不久久热热就五老了呢。不那就是我那么长。趁着不就叫你去找那亏嘞？咋话？那半年啊，你老婆那撒谎那都没查。撒谎？你呢？啊，半年嘞，都不能撒谎，大给娘娘。还是你啊，阿妈，我来把屋里外婆带去抱回来。春娘，那把是你啊？你呢？我看我心中叫咋话，今年那个来了。阿在路，阿爸在路，他那进来呀？俺我心中那点那留给，我的基友阿爸留给那对吧？就可说个背，不然给这开几米，还十一几米嘞。你都在咋？你哪儿？李华，过来。妈，出哪？出马台，他你们能咋话？啊，可说个背路给，你们咋认贼呀？你哪？嗯，俺姐姐哈，姐姐来了，这啥该啥门开门呀？姐妹闹啊！那我这个姐姐们跟这谁的有谁的有谁呀？今年你呀，你看，俺们恁今年我谁闹？好姑娘让俺的去找。和谁闹？啥谁闹？今年弄得来呀？姐呀，我的很早话带来水面弄，好陪着俺的去找。那大方没做啊？你啊，老杨杂花铺，我娘来把种，也不好眼有鸡。妈，俺来做把种来好收入的，但那养乳，养乳好了，不别了再跑，都养小呢。这是你去，你那边把被夹起的谁的？妈，闹啊，把二老接出去哟。是你们姐姐，你们姐姐，俺说你们谁骂你骂的？阿明啊，咱们可不能走啊！俺俩奶奶都见面了，好好找你啊！咱们可不能走啊！我妈。阿能带忙带肉，把地里边再能带，怎么上出脑？你弄你，这块弄我，这块弄我。
再让娘去瞅瞅，你到我拍啥乱？姑爷，不愁。哎，金刚！啊，姑爷，你不知道？你啊，对不对，姑爷？如何如何啊？我内妈的如没？如如如啊！那边如何？你到那讲姑爷？哎，老的老样，只要哪里少，老老的那不讲讲讲。哎，姑爷，咋话你不有？你咋话还是对人家干那出格呀？咋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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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住啊！我不求清高楼啊！咋话？我不求清高楼。不求楼啊？咋话？你入哟。入啊！我给娘的入哎，我老姐都开的新米肉。新米都入啊？咋好都空哟，我想谈父母碰的事吗？咋话都空都空，咋话你不就金刚能帮我同度不就没哪动的你那不能铺了还动铺呢干你干你你不就金刚那度啊不介入你为那么得哥哥能铺么同度啊不求我招手阿哥六阿哥张牙招到招数呢没能动的一铺啊。你看没你那人着把他开阿哥所个被用路径。哎。没有来啊地铺为将的哥落把得人吗到那个伤。好好你乖乖怎么了怎么了。买个钟啊！好。不求，买哪栋都铺啊？不求，买那马来老六，我就看你老二不如。外地去乡下干呢？很哪来？白米瓜能做，得割得熟，得老妈来奶来多。我想用羊肉去面筋，但得给俺六安姐肉，就比俺若光安姐，打开肉酱才能干呢。哇！不求，还不要这汤呢。咋话？不懂。这是龙叔吧？等巴总大人好。我敬大龙叔。那就叫龙医生吧。啊，哎，壮士留步，请问你是？龙大好那不求马清高。哦，失礼失礼，表哥你好啊。哼。大人怎么对包大人说话的？找包总。
妹那是茶花姑娘。这是你的东西，快点回家去吧，不然家里人该着急了。这空几位？姑娘。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是我救了你。守备大人有令，命你速去守备府。出发。是。慢点，继续按路。
秦刚，秦刚，啊，你个张金娜个宝贝做八总啊？你侬，还有个谁带？那谁带不来东头了？只要侬不会，就带个是好陪，等你工作上找，那可以跟你当伴。入入入！右营把守，赵文龙大人到。康爷右营把总赵志龙奉命来见。面临。是。叔叔，这么着急喊我过来，有何要事啊？你先坐下。说呢，净给我惹麻烦，人家把你给告了。告我？我等各守其职，这何告之有啊？这是不是你的杰作啊？叔叔，这东西怎么跑您这儿来了？若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话的意思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就是苗人不愿意和外人掺和。不可能。叔叔，就说您这守备府，这千总是汉人，这寨长则是苗人，我那右营这外围多半为苗人，协同又多半为汉人，永绥厅辖289寨48郡，其中百户8人，汉，寨长453人，苗，
训兵992人。这苗汉满逼斯卡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我们大家每天一起操练，一同守卡，一个锅里吃饭，一个营房里睡觉啊，这何来苗不沾客一说呀？那倒不假，不过说千道万，苗家还是不愿意把姑娘嫁给外人的。那要看苗族姑娘怎么想，要是苗姑娘愿意，我看啊，那就有可能。呸！论军事，纸上谈兵，你小子可以在老夫面前逞个能耐，论到苗族风土人情，你小子还是白纸一张。叔叔，叔叔，叔叔，您毕竟是20年的老湘西了，我等在此就职也不过2年。叔叔走过的桥啊，比我走过的路都多，我等岂敢在您老面前张狂呀？啊，侄儿愿听叔叔指教。哼，苗族虽无文字，但文明古老，礼数繁杂，千里万俗，守在亲祖尊中，讲的是娘亲舅大。这何谓娘亲舅大呀？就是五亲六眷，外甥最亲，母舅权力最大，凡大事舅家不发话，姑家哼寸步难行。那这婚事也是如此？那还用说，男婚女配定由舅家做主。原来是这样啊。你的性格我知道，一任风流放浪，又喜舞文弄墨，闲时画些花草，聊以打发时光也就罢了，切不可图画苗女，给苗变留下画柄。可是叔叔，我是认认真真的喜欢上一个苗家姑娘啊。还真有这么回事？正是。谁？就是他。茶花？怎么，叔叔，你也知道他？老魏城一带最美的苗女，谁不认识啊？他的父亲是湘黔川鄂四省边地有名的苗医，还给我吹过叶子呢。啊，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叔叔您这眼疾这么多年了，这一下子就好了。看来我和这茶花姑娘还真是有缘呐。叔叔啊，这茶花人长得秀美，又聪明伶俐，还吃苦耐劳呢。侄儿这辈子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哦，对了，叔叔，他制出的龙祖茶呀，那味道简直是美极了。看你把它夸得像长白山的人参娃娃似的。不要痴心妄想，别说苗人不答应，就算他们答应，我也不答应。叔叔，您这又是为什么呀？咱们是皇族，高贵的血统和身份，由不得我们与三月春姑联姻。大人，贵州松堂亭守备府急见。
近来常有苗人越过龙主峰，与松桃逆苗勾连，恐有不虞。没公蛇影，根本没有的事。子龙，此事不可大意。龙主峰下的夯岩云排一线，是渭城咽喉永水亭安危所在，要特别警惕。是。慢点，青兰。再接下去了，我们怎么不安好心了？我们怎么不安好心了？那开不得房。看苗女有错吗？我没有错吗？苗女不能看吗？不能看吗？我们一不打口哨，二不说脏话，三不动手动脚，隔着老远看他们采茶，有什么错吗？我没有错吗？等于这种外还就开得吧，卖来给单抢，开不得吧？等你打住后打架勾结。你给我听好了，爷们是因为上峰有令，要和你们友好相处，相安共事，爷们儿才迫不得已和你们这些蛮子混在一起的，这是给你们天大的面子。就是，以爷的脾气，你算哪根葱啊？怎么你揍别了？我不呀！上峰三身有令，服役训兵，无论苗汉，须统一服从军令，各安本分，为苗疆绥靖，国家太平，城守疆土，戮力同心。军中不得以民族同意离分你我，不得以夷夏之属妄指尊卑。今有侯孝仁、熊开宗、马老怀等无视军令，恶语诟骂，以致同事操泄，重权伤友，酿成茶园事件，影响恶劣，不严惩不足以正军规，不足以平民愤。我等奉命将侯、熊、马等茶园事件肇事主犯实行军法惩戒，以儆效忧。景西我营苗汉全体士兵以此为戒，不得重蹈覆辙。楚侯、熊、马三名茶园事件肇事主犯，军杖四十。侯孝仁、熊开宗，停俸半年。马老怀，开除训籍，永不续用。执行。
今本官请诸位道主同平古丈新茶。大人，这就是您前几日从古丈带回的古丈茶吗？一点不差，还是本官在当地亲手采摘的呢。哎呦，珍惜啊，珍惜啊，珍惜啊！古丈茶唐代即为贡品，何其了得！大人是茶属官，对古丈茶的学识比本官丰富啊。必听龙祖封茶虽小有名气，然比起这大名鼎鼎的古丈茶，还远不得望其项背。必听苗包要种好茶，怎能不以古丈茶为师呢？有道理，有道理。所以大人您就带人亲赴古丈研习古丈茶，大人可是有心之人呐。有心。对于有千两百年种植史的古丈茶，我辈怎能等闲视之？求学之心，不敢说沉门立学，但也应三顾茅庐啊。是啊，是啊。茶在水中，上起下沉，如此往复三巡，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乃太极之术啊。对对啊，对。哎，诸位再看，这茶停于中杯，做欣然之态，内端外斜，持右乃君子风范也。在下曾听说为师时采摘的古丈茅尖能佐姿态，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好茶，好茶呀！人说，凤、乾、甬、古、苗疆四厅通出好茶，好茶之中又以古丈茅尖最优，冠盖群友。不然，怎能自唐代起为皇上贡品呢？是啊，是啊。是啊。大人，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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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哎，清香扑鼻，灵华入心啊！满口回甘。绝世神品，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呐。站住！去哪？检查。刘哥，给我挂了，看哪看？我说检查就检查，放下来。那可不快快。那。快走，快走，快走！我说，你们两个在我面前还搞这种猫腻，成何体统啊！不敢，不敢，不
花姑娘，这采茶季节都过了，还背这么多东西啊，一定把你累坏了吧？啊，来，放下来歇会儿啊。这背篓里都是些什么呀？我那光木楼梯了，晚上端起的刘端间歌。野菌，从不曾见过。我能看看吗？你开吗？这采茶季节都过了，那你们以后就不上山了？都对了，可多该去出娘去。你江山不能来得及顶顶挂呢。这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家歇息去吧。啊，来。慢点啊！我爱救人家大老板，我爱救母马福宝。云排村，舅舅，男婚女废，定由舅家做主。好聪明的姑娘啊！兄弟去里路找我。嘿，不对你们的人呢？侬那铺没来去门内哦，还有侬梅花婆婆吗？你呢？不要梨花，奶奶找客人那边，姐妹妹还那如果妹妹那么如是妹妹那不铺了。美女姐，你买了叫猴子，俺来叫大熊。买了奶奶非把这个买改的改的是中了八种哦。不啊，我今天买奶哇。你年咋花？你到来么六十花？明年年。
怎么俩好关心哦？梅花，那得不给你标准带杯，咱开呀，等你买多了还给你打杯，怎么样？等你打个六。你杯买哪用啊？奶奶这可以拿杯，都我都给，俺俩得接如果。哎，不来米椒、辣椒，你喂喂辣椒，你再种，把地那开了不？好凶着，如果那本老板就让那个，其实不来米椒可以啊，哥哥那能打弄，买杯第一斤用。咦，梅花，你今天那叫来新种的八种哦？叫买哪用？我那副给俺那抽，弄几年为哪起了？让我等。欧来哥们，让我等。竟有如此巧合之事！传令，迅速集结人马，跟我去云排村。是。咋就够呢？两个伯兄，乖伯兄，没担心开，抓给他们冲，就靠他们冲。吕伯兄啊，吕个东，伯兄就有那那刀，俺们姐给他让他带。我俩就压个金子过呢，我的命压不住地上，好。好兄弟，来！进入麦来的人都打给老农伯，马伯，你看那大哥在啥地方？你们几个去前面，是剩下的人在此守候。罗大雄，随我进去。是。
大人，山里都收遍了，没有人。哼，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我认识他，也一定会抓住他。你去吧。是。秦刚，秦刚，我那个甘草着急，两周内会挂完。不急干嘞，我家豆家酒，我还会种稻，他们以及油还会操碎。妈，不是如何出浪？我们送到各位每个来给俺他就好，别问问他给他装喽。公子，你也没办法查你呀，我这里没有人找。你也没办法找你呀，我这一天早上就还找。茶花，我正找你。茶花，你采制的龙主蜂茶品质绝佳，堪称上品，经茶署评定，本署特授你奖牌一面，以资鼓励。这空，茶花，一如既往。戒骄戒躁，带领姐妹们好好种植龙主蜂茶，让她的名声远播千里。还有哦，你再送来的茶，本署不再改封，押上火签即可直寄京城。跟我来。有人告诉我们，要追苗家妹子，要会唱苗歌。我们不会说苗话，但是我们今天学了一首苗歌。给他了，他。今天我们就要用我们美妙的歌声，向你们表达我们的真感情。那俩还要歌？没有声，没有。好，我们学歌词。你俩来谁？我是小熊。
那咱这不得自己走不可，那恐怕加堵。哎，我们准备好了。哎，武德兵哥木拉动哎，拉就本力拉动快。蒙古乌龙威武大哎，蒙龙里龙威龙嘎哎。没个大大死了，阿爸三年前跟打那个了，骂我们了。不会，你得来，怪我们折磨的。老外兄，还不见不拿药，不拿药折磨他。记得记得带你，记得记得做人，那头来压个满穷到得来，这不容易。你们呢你花个寒雨你们多中中中你们怎能得到得及花落你们敢做很的很久难过撒泼多难而来那个机务出不那不靠机龙落出不怕不你等他出击那节天带个家业亲们亲们不来啥葡萄年用不你阿家的歌把酒不你哥们等怕买过几百阿日啥葡毛嘞阿嘞给阿切肉肉多嘞多个这个激动落动忙哦切肉肉你几五九阿古九毛嘞都出不来不卡冬季满落忙几天头前肉肉呀就不见阿好酒阿呀过酒带个亲忙亲妹哦来都出不来不靠Bill Nye Bill Cop Thank you.
荣培，你叫来。就带着没有娃着，你也出不了内。我知道，这苗族自古以来就有还古种的风俗，汉人们把它叫做九八孤魂，也就是说，这外甥女儿必须要优先嫁给舅家的儿。你呢？我兄弟新进厂就进厂来，我奶奶着急有。那就出，白家你娘儿哪去？俺把娘就惹过来那哈喽，我这将家给不。不是记得今天说话呢。随了我娘的心意，做我的妻子。我给您把媳妇儿带来了，她是苗家最美丽、最善良、最勤劳的姑娘，我一定要娶她为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就算天崩地裂，我也绝不退缩。娘啊，我求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俩，孩儿在这儿给您磕头了。我能把你带出来，我就能把你赶回去。你气死我了！一派胡言！
让他回吧。荒唐。马总大人，请回吧。认个汉族姑娘，我也认了。可你偏偏要娶个苗姑娘为妻，你是给老祖宗混血吗？苗姑娘怎么了？这苗姑娘就低人一等吗？苗族是开天辟地的民族，他们在黄河边上种稻子的时候，我们又身在何处呢？蚩尤、虽败犹柔，被立为赫赫战神。就连叔叔您，每次出征都要烧香叩拜。叔叔自称自个儿是老湘西，那侄儿倒想问问您，您听过苗族古歌吗？我听那玩意干什么？那古歌向人们传达了苗族是一个谦卑、和善、向往和平的民族，他们选择了以和为贵、以人为善的品质。只有在被逼无奈的时候，才会进行不得已的抗争。难道这样的品质，在叔叔眼里，也要被沦为低贱吗？叔叔并没有听过苗族古歌，就一概而论。以偏概全，那侄儿还想再问问叔叔，叔叔这样做是不是也太过于草率，太过于自负了？你放肆！蚩尤，告退。反了！你反了！你气死我了！你，咋话？我被我女儿杀姐哦！你说个的话，讲好我给不姐哦，免得我白头。二十一，老姐姐该当啊，好孝敬那个家人。徐嫂，那恁老姐如何对你和拐囊奶，你来念我个气啊？哎，咱话年龄你大，那我大有啊，今年紧张哩。紧紧张哪里紧张呢？不得来紧张，就紧张来呢。你们这个也不知道，紧张的快要跟拉上工，我也只是叫个记住呢。热火，阿舅那姐都忙那姐都没饭吃了，烧饼我的，几烧饼几烧饼。热火，那几点钟起哇？阿舅，你去哪呢？阿舅，我没去。我没去，我讲，我没去，我讲，你还安静。
忙的呢，那刚那个群众就没下去打理嘛。忙的啊，我就也没忙。你谁买不得去医院去？俺们嘞，再讲早花些送下午粥，带我给肉包的那些嘞，淘宝的和啥嘞嘛，肉牛，让我在屋中好就喝俺台。你呢？你呢？你呢？康延右营赵志龙，叩见道台大人。至此。你可曾反悔？志龙，绝无反悔之意。来人，备轿，老魏成永随厅一走。退堂。退堂。诸位，为革除千年土字流弊，抚顺下民于情，稳定西南边陲，我朝自康熙三年起，即在苗疆试行对土司土官的裁革停息。雍正四年，正式实行改土归流，减除土官，设置流官。革除弊政，开拓新余。由此，边陲稳定，国家安宁，人民安居乐业，草木荣华欣欣。流官之政虽好，然诸位可曾想过，流官本人，尤其是那些由外省远道而来的中下级官吏们，他们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生活
他们的婚姻家庭、生儿育女之事，又当如何兼顾？记录：京城刘关又迎拔总赵志龙之手。本道调其考绩，其人为官清正，为业忠心。然作为刘官，虽已届而立之年，何乃箱子万里，媒妁无凭，每日守洽。见妙龄苗姬朝出晚归，眉上心下岂无感应？况且又当青春荡漾之时，干柴烈火，岂有不然之理？此等事体，府台可有所耳闻呐？启禀大人，大人所言之事，卑职已经处理。处理结果如何？此乃户部特地本道公文，本道去年岁末就已批至陈元永靖三府一州四厅，为建都各级认真落实，本道特写一段暗语，不料由今世观之，尔等对于户部空文跟着就当成了耳旁风。尔等可知这公文中有一句话，系皇上圣谕，字字重如泰山。为使戍守刘关专心防务，无以家庭子女为虑，特准许民苗兵丁结亲，互相亲睦，以成内地风俗。都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此乃皇上对刘关的体恤。皇上如此仁宅之心，为了什么？为了边陲稳定，国家安宁，为了民族团结，和睦相亲，为了武林百姓安享太平。皇上英明，皇上英明，皇上英明。大人在，狄多平守备在。依你们看，赵志龙一案当如何裁决？坚决打破旧俗，一定娶苗女为妻。好，赵志龙，卑职在。此乃本是你的好事，本道想听听你的想法。大人，卑职斗胆知会，可否以茶结缘？Thank you.
快买饮料。好，我们饮饮啊。饮饮啊。好。仪仗不要打扰众乡亲。各位苗家父老乡亲，大家好，大家好，大家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请问茶花的父亲是哪位啊？哦，好，不得想接新人了，马如哥给我们讲，我那都讲过。各位李老，各位乡亲，对赵八总已经不陌生了吧？年轻人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又到了成家立业之年，见得我们苗家养出的好女儿每日在他面前出出进进，来来回回，不免动了凡心，惹得诸位父老乡亲老人家们生气，本道在这里替他向大家赔礼了。俗话说，一家有女百家求，赵八总看上我们苗家的女儿，这不是他的错，希望各位父老乡亲看在本道的老脸上，抚云成全赵八总他们两位的好事啊。是啊是啊，道台大人何等尊贵，亲自到寨来帮下属求婚，这天大的面子不能不给啊。我老婆的。那好吧，好事不怕多磨，事已至此，我们这件事就先放一放，咱们择日再议。打呀，打道回府，接到阿哥大人翁。为毛不拿的对早好拿不出，我毛了了大肚，我大人一早好拿八东拿来求你，得了得个出纳入为古月将，我毛这么豆腐喜欢来求你愿做愿入。王新刚啊，村长拿八牙大人有嘞。我要爆料了，打肚子。
给你给你那给你。阿哥求你把军粮打一路，一上一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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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岳父大人在上，承蒙道台大人厚爱，永岁厅同知大人特许，此儿新至龙祖峰贡茶一盒，特将此献给岳父大人，望您开恩，将茶花许配于我，成就我俩的姻缘。坐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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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老哥，贺喜老哥，恭喜老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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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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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太大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心着闹了，我不去告你，你这好酒我也知道亏，我就是找你。你要是再啰嗦，我也不会放过你的。志龙呢？子龙，子龙，守备大人就要来了，你快走，走啊，快走！子龙，如果。敬茶，是敬酒吧？我也没不容，
你看你姐妹都胡瓜光忘记那鸡他你那个龙哥哥你看胡胡他你那鸡瓜酒。嗨，对对对，这龙族茶珍贵，平日里啊连种茶的人都喝不到，今日茶比酒贵啊。娘子，那我找客人去了。哎，小魏雪啊，你说的对，咱们去给客人们泡茶去啊。走。前世啊早就立下志愿来找你这条龙啊。你这是哪了？我想这就是缘分吧。志龙，我们给你把住。几句话拜神，记得修家，入龙。好，你我对于盟誓。几处可是。半山，四得四家，入龙。茶为缘，月所正。我与茶花，夫妻永结同心，生儿育女，万事。
全体集合。大人请。启禀大人，队伍集结完毕，请训斥。千里苗疆，中华宝地，我等奉旨守卫，乃人生大幸。夯言又迎，永随咽喉，相前要冲，我等驻扎此地，当不负圣心，为保苗疆太平，誓死效命。是大人，都学你呢，一个字都没骗。哎，我这当年啊，那也是跟上人学的啊。哎，唐小子，你回来了。慢走，我们就到还是别喊出门路呢。好的好的。哎，好可爱的小宝宝啊，来叫叔叔，叫叔叔。叫什么叔叔呀、啊、才多大点儿，有本事你自己整一个。哎，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哎，晚上雷家喝烧汤酒，乖宝一定去，一定去。来，好的好的，你去。我就去点歌啊，小心点。一定来啊，一定去，一定去。春暖啊，这个，这个落落落落。南海飞，高哥哥啦。阿婆，阿婆，阿婆，上个山。啊，上个山，个山。记得记得带你。吉拉街的左军那头来压个满中道